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，我们还是先在这儿好好吃一顿吧。我就说这个陈州找不出东西的，不如我们赶紧出城去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跟你说，这家店是陈州一个很有名很好吃的店，我已经点好菜了，要不然我们可以叫那个子英和梦离一起来吃。哎，别啊，他们肯定是在查案的，我们这难得单独相处多好啊。你要跟我单独相处？你不想？你的菜啊。哎，最好的陈年佳酿。好嘞。我们还要喝酒啊。有好菜岂能没有美酒呢？再说了，这几天发生这么多事情，那不得大喝一场。好啊，我好久没喝酒了。不过我的酒量只能喝三杯。第一杯，敬你在我昏倒的时候一直守护着我。来，你昏倒的时候还能记得我守护你？除了你，还有谁会对我这么好呢？你怎么还在这？林莎和蝶和他们有危险。姑娘，你先别着急。云天河一直未曾念绝唤我，说明一切还好。可他们……你刚刚更危险，姑娘。还好子英雄与我一同为你输送灵力。子英雄放心，他稍加修养，并无大碍。哎，那我们第二杯，就敬这条松鼠桂鱼吧。这个松鼠桂鱼，先喝。林莎，你平时可是最爱吃鱼的，没有鱼哪里喝得下酒？你先尝尝这条鱼。我跟你说，这条鱼是很难得的，每天这里就做十几条，好不容易给我抢到了一条，你尝尝。而且我刚才特意去后厨看了，他们这条鱼是活蹦乱跳的，新鲜的。刚刚给他扒鳞的时候，他还在那儿。鱼也是生灵，你这么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，先喝。可是拿来饱腹的鱼不能算作生灵，这可是林莎说的。看来你还真不是林莎，你是太平村的那个鱼妖。伤你，说明你并非望舒宿主。叶小子，我还是太低估你了。你要想保命，
北柯大人，林甲就要成了。老娘，把我爹的剑还有林莎的元神还给我。你爹的剑？那你就去问问你爹云天清，我为什么要毁了望舒。望舒乃琼华圣器，我绝不会让你等毁之。实话告诉你们，待我毁了望舒，你等人族都活不了。哼。我们在愁这19年平静的生活，要是没有那么多的恩怨仇。